咁嘅老公本身就有一个问题，真系咪我嘅我都唔知啊！吓，你讲乜嘢啊？男人而家男人变咗埋个老婆，只系其中一个问题。你哋俾我认罪啦！佢为咗救我，为咗帮我咋？同佢今日做个方案，系啊，能够令到我觉得有威胁嘅，的确唔简单。